大家好，我是艾菲尔，为您播报10月27、28、29，也就是这个周末和下周一的一个星座运势。首先要恭喜的好运星座是这个周末呢是处女座的朋友，还不错哦，参加婚礼、沾沾喜气，好运也会不断上门。金牛座的朋友，恭喜你哦，这个周末适合户外踏青，无病无忧哦，身体非常健康。射手座的朋友，这个周末适合朋友聚会，享受美食哦，聊天非常舒压。两名星座这个周末一定要特别小心，分别是水瓶座的朋友，心情受伤，感觉孤单，而且感情处在分手边缘。摩羯座的朋友呢，情侣口角加剧哦，持续的冷战，建议不要吵架了。各星座在这个周末的幸运数字以及幸运颜色，火象星座请你用金色数字4，火象星座请你用红色数字7，风象星座请你用黄色数字9，水象星座请你用紫色数字2。